娇娇，快醒醒！快，洋洋，怎么输呀？告诉你吧，伏羲现在已经想出办法来了。真的？什么办法？当然是真的了，就是一根木杆。哦，木杆？没错，他就是用这木杆找到窍门的。走，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没兴趣陪你去。伏羲到底是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去揭开自然规律的神秘面纱呢？你真讨厌，说走就走，干嘛不等我？嘘，小声点儿。好了，咱们动身吧。快点，跟上。好了，别发牢骚了，快走吧。嘘，就要开始了。观察木杆影子的变化。真可惜啊，这只木杆很普通嘛，这不就是一根木杆吗？娇娇，你别急呀，等会儿你就明白了。伏羲不是看木杆，是看木杆的影子。他坚信影子里肯定隐藏着一个秘密。
厌的家伙总是和我作对。你也知道累啊，有本事你继续叫啊。嘘，有人来了。小家伙，你又想捣鬼是吗？爹爹，老是被你猜到。快来看。哦。喏，就快开始了。这些东西呢，还总让我看，可我觉得这些无聊的东西一点都不好玩。傻小子，好玩着呢，你得仔细观察，认真看。儿子，过来试试。您喝水。天哪，爹，我想还是等下次吧。现在就开始，走，你来。现在啊，您看我行吗？可以，儿子。要想知道谜底，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在新石器时代，伏羲可能是这个星球上第一个观察太阳与木杆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中找出联系和规律的人。在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中，每一个刻划尺度的考量都标志着理性开始进入人类的思维空间。啊，原来他是伏羲的儿子呀。是啊，瞧他累的，不过蛮帅气的嘛。你就知道坏笑，注意。儿子，快来看。嗯，每到这个时刻，我就感觉他快出现了。我们无从确切了解伏羲的观察和思考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直到有一天，这些复杂的线条终于在这位部族首领的脑海中演变成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他了。喂，你不觉得今天过得很枯燥吗？哎呀，要是天天像伏羲这样，我可受不了。你有点耐心好不好？你要知道，不管天气多冷多热，伏羲他天天都是这样，何止就这一天啊！你呀，就是贪玩怕吃苦。哼，你瞎说！看来他还真是了不起啊。那当然了。哎，对了，有段时间啊，树影长短的变化曾经启发过伏羲呢，但在那时，伏羲好像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可是现在嘛，哎呀，别卖关子了，今天他到底找到了什么？看他那兴奋的样子，好像找到了宝贝。你说的没错，木杆就是他的宝贝，就是他让他有所感觉的。木杆是宝贝？其实木杆就是后人所说的龟表。
伏羲发现，在龟表倒影的长度和太阳照射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的规律。没想到这么复杂，难怪伏羲天天看都不烦呢。长见识了吧？切，有什么呀？伏羲通过这些刻画在地上的线条，进一步发现，在太阳的照射下，木杆倒影长短变化，实际上对应着时间周期的循环往复。娇娇，伏羲发现最热的时候，这个点离树干最近，这条影子也是最短的。哦，他在这里做了记号，这可是他多年的观察结果。他可真是不简单。走，跟我来。哦，太好玩了！什么也阻碍不了他，没有结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那他这样也太累了，我们告诉他吧。我看没这个必要。他可真认真啊，真是佩服啊。我看某些人就是缺少耐心，那可是不行的哦。哼，你来看，伏羲还发现，每到你最活跃的时候，影子就到这里，这个点离枯树最远，这条倒影也是最长的一根。哇，这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得出这个结果呀？伏羲进一步发现，在倒影由长到短或由短到长的变化的过程中，天气也在经历由冷到热或由热到冷的转化，这个循环往复不止，永不停息。这个结果中，伏羲最先意识到有两个点的位置是永远不变的。嗯，你说的就是天气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吧？龟表影子也是分别到达的那两个点，也是我们功能最为强大的时候。时候太阳的热量最弱，所以伏羲把这个点称为太阴，而在影子最短的时候，太阳热量最强，所以这个点称为太阳。而在太阳与太阴之间的彼此消长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相互转化的。太阳与太阴概念的确立，使原本模糊的运动逐渐划分为两个清晰的阶段。从太阴点到太阳点是阳长阴消的过程，从太阳点到太阴点是阴长阳消的过程，两者阳进阴退，阴进阳退，并在彼此的升降过程中相交重叠。的两个中心点正好是阴阳二气运动中量变的分水岭。
在太阴向太阳的运动过程中，在中心点以前是阴大于阳，虽然是向着太阳发展，但是阴仍然占据上风，所以这个中心点就称为少阳，意思是阳少。在太阳向太阴的运动过程中，在中心点以前是阳大于阴，虽然是向着太阴发展，但是阳也仍然占据上风，所以这个中心点称为少阴，意思是阴少。世间万物的消长恰好对应着这个循环过程，这是四个最为单纯的概念，但是它绝不简单。当这位华夏民族的先祖第一次提出这些概念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成功破解了蕴藏天地之间无穷久远的自然密码。而正是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孕育而出了一个包含着对立、转化、消长与统一的伟大思想。这个系统的理论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使用让伏羲很快地找到了自然变化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使他以前模糊的认识现在逐渐清晰起来。讲讲怎么样？我说的也不错吧。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也在伏羲脑海中开始形成了，这个你知道吗？我看呀，有些人就好卖关子。从四象概念确立的那一刻起，华夏民族就开始了对自然与气候的理性认识。少阳表示阳气的发生，对应春。太阳表示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对应夏。少阴表示阴气的发生，对应秋。太阴表示阴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对应冬。春季万物发生，夏季万物生长，秋季万物收获，冬季万物收藏。为了将阴阳相互消长的现象表现得更为精确，在四象确定以后，伏羲又将四象之间的运动再次进行划分。由此又出现了四个概念，这就是少阳中气、太阳中气、少阴中气和太阴中气。在这个大循环的分解中，部族首领伏羲同时也形成了时间的概念。在太阴太阳相互循环之中，伏羲将太阳每一次的升起和落下定为一天。在太阴和太阳两点之间，一个完整的循环需要365天。在这365天之中，月圆的情形一共会出现12次。在中国远古的传说中，伏羲有着许多伟大的功绩，其中的一项就是历法。这个中国所独有的农历历法以及其中的24节气沿用至今。此时伏羲面对太阳365次的升落和月亮12次的圆缺，已经敏锐感觉到在这个大道出显的节律中，有着更为细微的音符应和着这些幽微而美妙的旋律。它不仅可以使部族有效地脱离灾难，还可以让耕作更有效率。但是
要把它揭示出来，还需他旷日持久的静心倾听和凝神思索。伏羲能做得到吗？